次可以赶回来，其实就是为了这一刻。宜君，今天是10月21号，101年，希望你可以记得这一天。这一天是很重要的日子，对你对我都是。我相信你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，但是我要说的是，我等这一天等得更久。然后非常感谢你这些年来对我的爱与付出，我都感受在心里。今天我选择用这样子的方式回馈你对我的爱。